行武功，俗世中追望练最高。哇，各位好啊，我是火雲邪神啊，曾經我以為自己武功天下第一，直到我睇 NBA 見到呢位窮一身精靈不停鑽研新武功，集天下百家之大成嘅終極武術家 Draymond Green 六師傅，我武功認第二算啦，唉。哇！你睇，1990年3月4日出世，今年33歲嘅陸師傅，老早已經聞出神入化嘅腿功威震江湖啦噃。趁你轉身啊，陸師傅喺電光火石間嚟個快嘅舊金山無影腳踢到你個屎忽一分為二，氹氹轉谷花園，面對巨人啦噃。陸師傅亦無畏無懼，揾起嚟一個絕後神腿，用小腿精準重擊 Stephen 哥池筒，一腳唔夠啊！陸師傅嚟到嘅 double 絕後神腿，哇！膝頭哥均落去斬草除根。嚟够计啦，咁就多年中咗两脚之后 ，Stephen 哥到而家30歲都仲未生到 BB。而呢个时候，陆师傅都知道佢膝头哥嘅威力啦噃，依住佢立即改轮东瀛蒙面超人嘅拉打击，以膝头代替脚掌均埋去。佢话我揸又 KO 一件，加埋陆师傅运用科学头脑出埋呢招地心探险脚，破解到对手嘅擒拿之余，运用功力同埋地心吸力，身体啲心肝脾肺肾立骨落18层地狱，再潇洒咁落地。问你服未？而多年精益求精嘅陆师傅绝对唔甘心人生只系得腿功一绝，作为武术家，佢开始钻研世界各地嘅武术，包括摔角同埋柔道等等，佢以集百家之大成，运用技巧逐一击破对手。今日说时迟那时快，先嚟一招海大富嘅揸波龙爪手啦，揸落去，一嘢扯咗条木契落地啊，轻松制服对手啦噃。啊！再嚟啊！碌攬啊！一本柔道馆罗宾嘅《烽火山林》，佢都出卖啊！陆师傅，打落去，打晒你啲外火花出嚟啊！跟手陆师傅仲要出埋 MMA 加上海滩赌圣嘅混合锁技，一锁落去呢镬真系锁到对手都只能在陆师傅怀抱中娇喘一声。哇、啊！近步嚟碌柒啦，中咗陆师傅嘅追梦乾坤鸳鸯钮门锁，打电话问功夫都帮你唔到啦，近步，下世唔好再做嫁娘啦喂！乾坤扭门锁啊！哎呀，你有冇搞错啊？而一直以嚟众生为免受伤，将陆师傅禁赛禁翻3、5、7日，唔俾佢上 NBA 球场狮子武术，有得唔得咧？系唔捻得噶？呢点佐敦普利哥相当清楚咧。系咪啊？就算喺自己屋企，陆师傅一样可以出招，而普利哥亦都俾到信心，陆师傅开展修炼手部武功之路啦噃。先嚟一招龟波气功，滚你个死人头！再嚟双龙出海拍落去，嘉宾啊又，皇上唔好彩啦。而你亦叫众生点估到陆叔会咁快练成新绝学啊？你睇阿美尼加时间2023年12月12日，陆师傅就从篮球之神米高佐敦背打转身飞打威获得灵感。陆师傅佢都要施展背身单打，喺迅雷不及掩耳嘅 moment 落机至防不胜防，就中一招转身窝巴星，冇错啦，窝巴星就系一拳窝落去同埋兜巴星埋去嘅完美结晶，砰！你睇个威力，哇！呢镬真系冇得倾啦，吓捻到啲洋人都将陆师傅无限期禁赛啦，金波。所以呢个 moment 相信各位乡镇父老都知咩事啦。陆师傅已经集合各大洗一格斗技巧拳脚，最后于一身都仲话要冇日自强不息咁开创新武功，个火云邪神唔认第二，等俾佢失咩？最后唯有忠谷各位乡镇父老，遇到陆师傅，小心，刀未必有用，好冇啊？好，我是火雲邪神，他是南面木契正宗教练，啱睇记得分享、订阅、留言、加入会员啦，多珍重有缘再见。